们两个无视你耶。没意思，你有没有准备笑话？我跟你讲，什么叫真正的斜咖？好，我马上先来三个。为什么樱花跟乌龟要找人家打架？因为它特有种。地震来了，谁会先倒？牛奶，因为乳糖不耐症。怎样？有亲戚看到节目说：“哎、欸，你怎么上电视？”有遇到那种亲戚吗？啊？他说：“你到底在传什么？”哦，他这样讲，他说：“你到底在传什么东西？这么凶哦。”然后我侄子六七岁在那边一直学。I feel like, oh, 你好了。Risk leadership. 欢迎。你有没有笑话分享？但你多讲几个啦，因为搞不好他已经讲两个了。你最后一次可以再对讲笑话。神奇宝贝大师，我要收服他们两个。为什么？为什么你是一般球不天王？因为收服他们只要一般的就好。嗯，少来哦。人家两颗收服不了，你就回家吃自己的。我有收服自己啊，捣蛋。哎、欸，后置不要帮他升，不要帮他升。我一个人夺冠，对，身家 all in 哦，身家 all in。咖啡，对 ，OK， 身家 all in。那你要下注给谁？眼睛有火的人，眼睛有火。艾波瑞，不要下注给钢咪币，这是我告诉你们的，因为没有眼睛没有火的男人。马克跟林正鹏一组吗？嘿，那请你各讲他们两个人三个优点。我觉得马克就是一个 nice 的哥哥，林正夫的话，我觉得他没有什么让我觉得是优点的地方，对吧？我只觉得这个人真的很烦。我说你知道为什么我妈会那么讨厌你？我会讨厌你妈啊，这样。哎、欸，屁事啊，屁事啊。他说，哦，那个你做歌啊，不要做那个什么酒色财气的东西啊，像阿夫这样看起来色色又爱喝酒这样。把我枪拿过来，脏脏的。啊，对啊，你的枪呢？脏脏的。然后有没有想对他妈妈讲的话？阿姨，就如果你想要看一些 ，you know。符合这个社会风气了，你去看《原子少年》，真的。胖到有一条线。什么叫做胖到有一条线？我脑袋有装东西，你们讲什么鸟蛋话？眼镜压出来了。啊，后面这一条是怎样？哦，后面这条。目前交到最好的朋友是谁？当然是我女朋友啊。请说出她的三个优点。超正、超漂亮、超可爱、超性感、超美、超体贴、超唱歌超好听、超会饶舌，然后超善解人意之类的，很多啦，我讲不完，再讲下去你们要剪掉。没，你继续讲啊。啊，讲完了。你是不是不敢唱马俊？我不敢、啊。听说你以前是 B boy。不、哦，那没有。可以。感觉你的墨镜好像都没有很避你的脸型。啊，没有避我的脸型。这个已经是我能找到市面上最大框的人。我爸他的公司的那些柜台小姐姐，他们私底下在聊天，说什么大西亚时代，然后我爸就听到，哎、欸，就过去这样凑一下，他说，你们年轻人现在有在看那个大西亚时代？小卡比是我儿子，他说啊，小卡比是你儿子哦，哇，小卡比是你儿子哦，所以真的是因为这一次的这个机会，就让你们两个后来是啊，就是第一集认识，第二集暧昧，然后再慢慢第四集在一起，就是唱 Galaxy 的时候在一起，对 EVE 的时候。快在一起这样 ，EVE 的时候就真的 like 接吻了。OK， 接吻，你说在接吻在你们三立外面，三立外面。哦，是。这个我跟你讲啊，如果两个互相 diss 的话，你们会怎么样 diss？ 快速的，我们快速。想要就要大声说出来，像个男人一样。你的头发像豪利头，豪利，所以我也要收服他。好嘞，再两个。你刚睡醒的时候声音可不可以不要这么男人？OK， 合作赛的时候我们是一组嘛，然后我就半夜打给他，然后他就怎么因为我在睡觉，就是 OK， 他只能睡觉，最美，他就很可爱啊。最想 diss 的干事就是，过年确诊。那你们有没有 diss 节目组部分？原本他分完哦，他跟我们说。我们这一组要淘汰一个人，每一组各一个人。他昨天彩排的时候突然说是全部计分淘汰最尾巴四个，我想说这是我们唯一可以淘汰咖米 B 的机会了。他在颁布，他在。你有什么话说？
加油啦！那有没有什么要 diss 节目组部分？觉得三立很冷的而已，真的，开一下暖气好不好？我想要 diss 节目组部分，但看起来真的难吃。那实际吃起来，我没吃过。已经录到现在，而且你还讨厌喝了 ，diss 他。帕嘎林，烙铁。怎么我不能剪？是马克教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。好，那你全全部讲完，我们再来问。阿叔啊，我提巴拉肚里，没看过，小娃。现在就是肚子很痛，因为我以前十二指肠有溃烂，溃疡过。是真吗？我不管，但因为今天还是约了要喝酒。今天好不容易礼拜六录影，然后你明天礼拜日，我终于可以有时间喝了。我每次都没有时间。Damn， 先谢地 ，God bless， God bless。就没有人要接我的话，他就继续干下去这样。到底想怎样？我来访。你来访？真的？你有没有 diss 那个节目组？就那时候他跟我们讲，diss 要有幽默成分的。哦。我们现在大家都被骂，不小心太幽默了，不能太幽默。太幽默了，没有火药味了。一瞎血不够，我跟人家 future 也是血不够。future 是什么？跟人家的味 ，future 是 future 吗 ？feat 哦 ，feature 来英语教室，来，我们再一次英语教室 ，future 听出来，未来 ，feature 合作，你要会拼啊 ，f u t e r future 啊f u t e r 那是 future 哦 ，future。错要打手心。F U future 哦 ，F U R。你有唱吗？我没有。你为什么不唱啊？来来，给你机会唱啊。Hello。他现在是被逼的即兴是不是？吉娃娃。谁想的？是我。谁？是谁想的？是谁想的？你可以第一。是谁想的、啊？有没有导演？为什么今天会小骗人？想这个环节，我跟你说啊，谢谢你，感恩。为什么你今天有加菜？不知道。导演请了。啊，为什么80人的时候不讲？是因为大家被整，所以。导演请了。我们从一开始被骗是三个里面淘汰一个，对。然后到被骗是12个积分淘汰一次。OK。对。然后到最后变成没人淘汰。骗你还不骗得干净这样？骗你好几次这样。双重骗你。没事没事。那我得。我本来就是要讲说阿夸妹那样讲，就是我们，就我妈还蛮认同的。他也骂我妈是卖，他骂我妈是婊子。你在那讲的，真正。来啊，你们一次讲清楚啊！来。也没有，我觉得我是最无辜的。为什因为我都没有骂他们两个。然后我被他们两个暴骂一顿，然后还被淘汰，然后还要被救回来。累了，累了，没事嘛。讲完了吗？啊，都 diss 呗 ，diss 能怎么样？对啊，哪有办法？当他们说没有要淘汰任何人的时候，你就。OK， 你懂这个意思。我懂这个感觉，就跟我第一集放大招，就只淘汰20个人。原本是这样放下去，要全部剩你一个。我以为要放40个人，反正我是这一次我们三个唱的最比较不好听。算了没，我应该是 key， 学到了。每次都这样，空白给我。真的啊！你们都在这边下棋，在睡觉，你会不会有一点好像想要吵架，但吵不起来的感觉？我会直接把那个棋踹掉。没有，我本来这组我是要带兄弟，然后就是用类似要玩 game 那样，然后节目组说我不能有任何偏暴力的动作，然后他说踢掉这个不可能，他说我可能会被整段剪掉，而且你到时候后面会变成那种 B-box， 啊后面这段可炸了 ，B-B-B-B， 你妈的是 B-B 大了，你们三个等一下，你们三个抱抱一下好不好？抱抱一下，我要做一个抱抱做 ending， 啊，这就两个人，我觉得 diss
这种东西就是要有心里有恨才可以唱。他这么有喜感，对我真的唱不下去啊！而且他我在唱的时候，他也在那边给我搞怪，露内裤给我看，然后我就直接笑出来，然后整后面直接忘词。就是我也想要攻击到他，你知道，但是就是你自己试试看好不好？我对港湾那一段还没有这样，我对港湾那边还骂得下去，你知道，对港湾就是感觉很想骂，看到就。他看他的手之后，然后我就啊，他越唱又越没自信，所以我就觉得说他在看他干嘛呀？他整个就是，我们这种年纪是不是已经结婚了？我就是很想唱。我可以跟王阳明 battle 到明年。我马上可以写 ATA 棒。太会。编剧一直有生理的那个声音在我的后面，因为我觉得如果他看到这一集，我觉得他自己会很爆炸。Yeah, it's like it's a hustle. Yeah, I think like the rap game 就是你要去 compete 就是一个 hustle. You don't know 就是那个 competition 怎么讲哪里玩世不恭，完全在线上。你们在说下一个？我们 Q 他，下一个还没打卡，我不知道刚问什么。刚问。就是他生气，他生气啊！哎，今天蔡思源表演，知道了，不要改这个，是不是？感谢漂亮的第一次，耶！哎，我上一季我记得很最有幽默感的不是留言，最有幽默感的是我吃螺丝吃到已经可以被剪成一个合集了，我觉得超屌的。一开始这一段开头的时候，他也特别 say 了冠军奖军，没有这个环节，他直接爆你军的。今天大家来后援不同的人，被那个 Z Z 推开很尴尬。很紧张，然后我就去抱一下莱斯特，抱一下赵一凡，因为他们都很大，然后想说 Z Z 很大，所以我可以抱他一下。你这样没越讲越早哎！大家好，我是胖子。你可以选一个大家的选手模仿吗？好啊，来吧。皮哥，刚刚知道高雄很金的皮哥。他在那边翻，然后会跟你讲一下，哎呦，放轻松哦，放轻松，很健康什么的。把那个医生那个印象中医生的脸换成神经元。We good man， 影帝。影帝。